家好，我们今天是为了终极一班二，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终极一班二的全体的大朋友小朋友，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新年快乐喽！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哎呀，这个前奏怎么这么熟悉啊？好像是 Special 的歌。Special， 好像是。旁边那个该不会是？我是终极一班二里面的球球文宇飞。那你旁边那个该不会是？该不会就是 King 曾沛慈吧？怎么这么巧？大家刚好从而且我们大年初六晚上十一点就剩一个小时就要除夕，再隔一天大家就要开工开学了。今天我们到底在这里干嘛呢？不要手假，我要发飙了。为了缓解一下大家的心情，我们今天来播很多很好听的歌给大家听。首先，先来这首《发飙》，让大家一起发飙吧！片头曲。哇，这首歌真的是热血沸腾呢！真的，而且我虽然听到那个都很想跳舞，但是有一种感动的感觉。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怎么说呢？我个人是觉得我听到了史上最终极、最帅、最有实力的男子团体唱史上最终极、最好看的戏剧的歌。哎，等一下，伟信有事吗？伟信没事，伟信有事吗？伟信哭了，他只是在针对我而已啊，针对你是不是？他在针对我而已。你有事吗？我有事吗？你们不要马上就让人家看到那个男生之间的那种。没有啦，因为我们感情好。对啊，其实你们感情很好，对不对？是啦，就是爱动手动脚而已。我们爱打闹啦，这样斗嘴其实都是对啦。其实大家感情都很好。是啦，也算是老夫老妻。接下来这首歌啊，因为是我是曾沛慈，我选择在过年的时候想要放给大家听，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首蛮。其实有讲到，我觉得各种情谊都可以。那相信现在大家在家里跟你的家人们围炉，也或许你在跟你的朋友玩。那希望听到这首歌，每个人在新的一年里都可以像 Special 的感情那么好，还有玉飞，还有佩慈，还有终极一班里面的大家，我们的感情都很好。哎呦，这首歌经典。好，天空，其实都过到大年初六了，大家过年的时候都在哪里啊？当然就是，伟晋应该是一直吃年夜饭，一直吃年夜饭吧？你答对了，我都在家里大吃。你是有几桌年夜饭可以吃？没有，就是因为过年的第一天会煮超多，然后好，不要讲这么多，红包拿了没有？红包拿啦、啊。红包拿了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有要送各位红包呢？是的，我们有红包要送给大家，终极一班的红包。里面会有终极一班二签名的明信片，还有我们各自拍的拍立得，还有签名送给大家。独家独家。首先在这边写简讯 ，Hito 蛇年快乐，初六我要终极一班二的红包。再讲一次。关键字是 Hito 蛇年快乐，初六我要终极一班二的红包。耶、yeah, ，到0976518518额。0976518518，你就有机会把我们准备的红包带回家。有神秘东西哦。详情请上 Hito Radio 网站查询。是你刚说什么？你刚说什么？话说这首歌怎么那么像球球在戏里面常常会出现的一个口头禅？还蛮像他的。口头禅。好哟。对啊。好哟。对，我播这首歌就想说。这应该很符合现在大家的心情吧，就快开学好哟吧，新年快乐，我们在 Hit FM， 我是 Special 的伟静，我是 Special 的明杰，我是文宇飞，我是曾沛慈，嘿嘿嘿嘿。哎呀，刚刚是不是在讲过年的那个红包嘛，对不对？然后讲到我们要送刚刚观众朋友们红包，是、啊、记得要传简讯到0976518518，写 Hito 蛇年快乐，初六我要终极一班二的红包哦。但我们现在听到的歌好像也是终极一班二里面某一位小可爱唱的歌，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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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介绍一下呀？这一首歌是球球对钟万钧，大家应该知道他是谁吧？我想就是在我在剧里面喜欢的男生，然后这是我对他想要说的话。这也是你第一次尝试是唱歌对不对？对，包括今天也是第一天进来当 DJ。 耶、yeah! 新年快乐，新年好多心事啊。那就先听听看。扭扭扭。哇，这首歌很难唱耶、怎么会呢？很多很像球球确定是第一次进录音室吗？那真的蛮不错的耶。而且我那时候
刚拍完杀青一个月，然后我就感冒了一个月，那时候喉咙都还没有好。感冒一个月？对啊，这个蛮高的耶，这个蛮高的。所以你进录音室怎么克服的？听说你就是拳打脚踢谁啊？是拳打脚踢你啊？因为这首歌我唱100遍，钟万钧还是不会理我吧？所以你是带着想打人的心情录这首歌？对，不要打我。没有啦，我其实我爱的是 King。我听说那个，可是我其实很喜欢球球的声音哎、欸嗯，因为我觉得还蛮惊艳的，他声音有一种。觉得很像脆奇巧克力的感觉，脆奇巧克力，对，你跟我讲过。其实一听就知道是你的声音，很有辨识度，辨识度很高。真的吗？真的真的。所以我跟我自己声音真的还不熟。我讲这句话，大家应该就知道，说我真的第一次进录音室。可是成果真的蛮不错的啦，对啊，真的蛮不错的。对，接下来这首歌是梁文音的《想流浪的鱼》。是你点播给大家听的，对不对？是，就祝大家年年有余。有，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歌，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过年哈要在家里待着哦，不要到处去流浪哈，乖。要去的话要带面包。为什么要带面包？因为这首歌是在讲鱼要去流浪，他去流浪的话就要自己带一片面包，就像去流浪要带一个便当，然后鱼的便当是面包。那我已经惨了，如果我已经要去流浪，想必他是要带波卡以及巧克力以及糖果。我觉得不够啊，去流浪还不够。不过说到过年，你算了啦，现在便利商店很方便。想必大家不知道，伟静真的是一个大胃王，就过年你们吃的是一桌，对不对？他吃十桌，没有啦，10天就是十桌。好啦，接下来大家应该听到一个，这旋律应该还蛮熟悉。熟悉的是周杰伦的《稻香》，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点这首歌吗？为什么？我是为了明杰而点的。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他的 style。怎么说？所以我决定把这首歌交给我们的 rapper， 然后又就是很会跳舞的许明杰，你来这样看，对不对？来，啊，什么 R&B？ 没有啦，我是觉得这首歌过年的时候真的会有很想回家的感觉，对，好温暖，住很远嘛、嗯、然后比如说像我老家在彰化，我老家也在南部，我在台南。 对，然后像我们终极一班二，其实过年要办活动，我们其实没办法回去太久哦。对，前两天嘛，其实跟中南部的朋友们见面了，所以其实佩斯这首歌是想献给很多想回家可是可能没办法那么快回家的朋友们、嗯、那你要记得家的感觉还是在你们身边哟，不要 rap 了好不好？哇，想回家了啦，怎么办？真的好想回家，温暖的感觉。哎，是跟肚子饿是？好想吃红烧肉。红烧肉。也是啦，还有白菜，这个时间也是该吃一个晚餐的时候了，对对对，吃一个宵夜吧，吃个宵夜的感觉，对对，吃比较晚呢、啊。对，11点哈，对哈。对啊。嗯。哎呀，这首歌。厉害啦！我刚刚还在想说 ，special 会不会有一天尝试像稻香这种快节奏，可是又没有那么那个，你们知道，轻就是在介于没那么电音，可是又比较轻快的感觉。對對對，现在好像又听到了一线希望，这是什么歌？一线希望是什么歌？我们的专辑让你感到很黑暗，是不是？方位偶像团体，这是什么歌？没有，其实会选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歌名叫做大家都知道，这全世界都暧昧，嗯，全世界都暧昧。对，然后因为紫红在我们团体是 rapper， 是的，这一首歌是他里面有一段，他有一段非常他自己写的 rapper， 啊、哦，真的，对，他自己写的，他自己写的词这样，然后自己去想那个唱法，好厉害、哦。所以我们想让大家听听看，哎，这是我们团员第一次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创作，而且其实终极一般二里面暧昧的故事好像也不少，对，是的，你是不是跟那个谁？哎，我都还没有跟你讲，那个、你跟那个，我还没跟你讲。你跟那个钟，那个钟，你就是我的，钟是我的啊！我们好乱哦，听一下。对，我们就是一个很乱的一个，那全世界都很乱，好不好？全世界都很乱。蛇年到，终极一班二，祝大家新年快乐！很快就要大年初七，2月16号喽。如果你们没事的话，哎，要做什么呢？晚上欢迎来华山文艺中心 Legacy 看到什么？晚上应该要去华山 Legacy 去开一个房间啊，开谁的房间？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可是我觉得房间是一定要开的。怎么说呢？我要开你的房间，曾佩慈。对啊，其实是开我的房间，而且你们都会来，对不对？是的。是啊。那所有听到我们的声音的人，你们也会来，对不对？对。
小姐有事吗？而且我听，哎、欸，我听说那天结束之后还会签名。哦，对啊，呀、哎，这对于一些签名会没办法签到的观众朋友是一大福利啊！欢迎，真的欢迎来 Legacy， 然后听我们唱歌，以及来拿原声带来给我们签名。是的。啊，这次准备真的让我觉得，因为我们中间卡了一个终极一般人的宣传嘛，如火如荼跟大家见面，如果在电视上签名会、签唱会，你还好吗？其实我准备这次演唱会，我真的觉得，哎呦。我真的希望老天爷啊，你多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哎呀，我现在听这首歌，这是一个赛，真的是很会 cue 哦，没有错啦，这首歌就是 special 演唱的《万星》，谢谢花老师，单恋雷霆之歌，那怎么好意思？球球在旁边。然后刚刚不是才播完一首球球揍人之歌吗？对不对？我觉得我真的很没在关键球，周冠军不在，然后我还是会被捅一刀。单恋雷霆之歌，我现在还是捍卫雷霆冠军恋情，开玩笑。我觉得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你们诠释的好好哦。谢谢。叫做是，微信有事吗？叫做是，歌名叫做是，我想我需要时间。厉害啦，我想我们都需要时间跟曾沛慈开个房间呢、啊。哎呦，真的，明天来跟我开完房间，跟 Special 还有球球一起，就是跟我们见面签完原声带之后，好像又有一个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三月，该不会是三月？该不会刚好就是3月10号吧？哎，该不会刚好又在台大体育馆吧？哎，该不会刚好又跟终极一班二又有什么关系吧？而且我想大家一定也会都有时间吧。如果你没有时间 ，Special 就给你时间。好了，我们不跟大家卖关子。3月10号在台大综合体育馆，我们出席名单有 Special 文宇飞、曾沛慈，其实还有史上最强高中生大。咚，还有，终极一班的老面孔武兄，以及很酷的那个有韩国腔的哥，我哥，对，所有我们在终极一班二里面的角色都会在台大体育馆3月10号跟大家见面，希望大家从今天过年上班上学到3月10号之前 ，schedule 拿出来。然后每天生活都过得很开心，3月10号之后还是过得很开心，搞不好还是有终极一班二的续集，还是很开心，天天看这首 Good Life。FM 过年特别节目，我们是 Special， 我是伟静，我是明杰，我是不是 Special 的，我是文宇飞，我是很想加入 Special， 还是不要好了。我说的不要是性别不一样，好吗？其实你长得蛮俊俏的，是可以的。其实你也长得蛮秀，阴柔说阴柔就可以了。我们每次跑宣传的时候，其实是7人男子团体。是的。对啊，其实那个我在想啊，如果我们真的有拍续集，我们每个人的个性会不会其实可以完全大反差之类的？好想要哦！其实还蛮有趣的吧？对啊，没想过哎，因为我们的角色好都太鲜明了，突然这样子改。其实说真的，我们研究的角色也是蛮有感情的。对啊，对，然后也很喜欢会不忍心舍弃掉吧？那也是我们。我真的，其实我那时候在录那个片尾曲的时候，我用情之深啊！是对钟万钧吗？但是对大东喽。哎超快！现在是怎样？没有，我只是在想这首歌，还跪在柏油路那边，还在那边跪着。有啦，最后我还是有被他感动嘛。那其实在另外一个，在结局里面那个，我觉得这我一直在想说，那如果续集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首歌，可不可以变成一个人想着两个人，两个人想着三个人？喂，三个人在一起开房间，曾沛慈的开房间。在明天，今天已经结束了哈，明天请早。必须要说这首歌真的是快要比终极一般人还红了耶。怎么这样说？我不好意思。基本上我连问一个，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脑袋不太灵光的，来伟静，请问终极一般人的片尾曲是什么？我妈每天在那边也都在哼这首歌，到底是怎么回事？脑袋不太灵光的伟静说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哎，看稿念非常好。对。好，在那个片尾曲还没结束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要见到我们大家，除了明天的开房间音乐会，你们也可以在3月10号终极一班二的见面会见到我们每一个人，等你们哟。那好像还会一起玩游戏，听说是吗？十个人想着十个人，十个人听一下。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
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那些年，那几天，那一夜，都恍如昨天。这些年，这几天，这一夜，你让我失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地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想着一个人的 MV 什么？你要什么？要什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的 MV。好了，2月11号，2月11号就已经首播了，相信大家应该有看到。除了这个，你们还要什么？说，你要什么就说。我要红包。什么什么？红包？我要红包。怎么得到？你要谁的红包呢？我要你们大家的红包。怎么突然变弱？到底要怎么得到啊？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说过哈，就传简讯。写什么？写 Hito 蛇年快乐，初六我要终极一般二的红 红包，到电话是0976518518，不要打错哦，不要打到168168，是3月10号，还是可以来找我们啊，台大体育馆。是的，明天也不要忘记了，想要什么都可以跟我们说啊，明天也不要忘记了，蛇年新希望，说，说。哎哎，想要什么先说。我要登上小巨蛋。怎么跟我那么像？你是谁呀？我明杰，我是明杰，我不是伟静，我伟静没有要讲话。我要讲我的新年新希望。我是伟静。等一下，我要跟大家说，伟静 rap 的脸超级白。我其实机器人那个吧。允许你可以不要用 rap， 好好讲新年新希望。我的新年新希望。我想要身体健康，很健康，身体不健康没有，我身体没有不健康。你怎么了？但是我不想要生病。啊，对，身体健康才能好好的工作。对，是的，好，没事，别生病，身体健康最重要嘛，对不对？好，那我的部分结束，你们要继续。要 rap 回去吗？又换球球，我来。那我也不想要 rap。好，大家好，我是文宇飞，我的新年新希望是希望自己在。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都可以有更多的突破，还有更多的作品给大家欣赏。Yeah, 我想大家也都是一样的。Yes， 是的，是。接下来我们要继续 rap 吗？有，别忙，有这种感觉。有，听你不能说你不要 rap， 因为这个是你发起来的。对，让他压轴，拜托让我压轴。许明杰，你先讲。你是压轴了，你刚小巨蛋还没讲完，你讲完整一点。哦，小巨蛋完之后，隔天我要吃早餐，因为没有，因为吃早餐是件 rocker 的事。那你的重点到底是你要在小巨蛋，还是你要吃早餐？就是我希望我能够在小巨蛋变成那种超时，就是你知道每次那种就歌手不是变成超时被罚钱，可是那种超嗨的，就罚的比赚的还多，对，罚的比赚的还多，就是很嗨，罚的比赚的还多。那你我看他轻轻的摇头了，又摇头，现在摇头了。好了，就是其实 special 跟明杰到时候一定都会站上小巨蛋，希望啦，希望那希望也是可以先站在佩慈小巨蛋的嘉宾。哎，你怎么知道我讲什么？你知道我新年希望就是我想请 Special 跟文宇飞来当我小巨蛋的嘉宾，这样我就一定会在小巨蛋。因为愿望结合在一起。我们同一天啊，你们开早上，你开中，文宇飞开中午，然后曾佩慈开晚上，好不好？我们是不是这辈子都要被绑在一起？然后你如果缺保安的话，伟静当保安。小巨蛋早高会听到我们这段广播节目就。剧让我们直接活动，我可以当小有没有？这么多剪掉，我要这样逼。其实大家都真的很喜欢唱歌，也很喜欢演戏。那真的，很希望就是，新的一年大家不要害怕，很勇敢一点，然后很坚强。终极一般二一定
我相信在蛇年还是会继续陪伴着大家，缠着大家，像蛇一样缠着大家，还是会陪伴着你们，还是会。那听到我们的新希望了吗？希望你们也许下你们心里的那个最想要的愿望，然后都会成真。是的，谢谢，今天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再见，3月10号见喽。